与食同行。今次與食同行，子宇邀請到特務 A 同我一起去到銅鑼灣禮頓道一間食大阪燒的店鋪啊！食大阪燒有一個特色，就是乜都要自己嚟，包括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材料啦，然後自己將佢撈勻，再自己落 pan 度煎。食店可能驚客人唔識點做啦，所以已經好體貼咁將每個 step 影咗相，客人只要跟住相入面咁做，爆冇衰啊！不過如果你真係連屋企廚房都冇入過去嘅朋友咧，唔使驚。店员亦都会在旁边为你指导嘅。我哋好八卦咁望下隔篱嗰台客，发现佢哋竟然可以画图喺张大板烧上面，啊又画得几好。哦，即捞即煎就最好。OK， 明白。呢个有咩啊？有金菇，有粟米，椰菜，同埋有啲姜，有只蛋。哎呀，论尽啦，辛唔辛苦啊？呢个步骤？辛苦。半杯啊。我主要是看不到下底啲姜，我而家要撈佢出嚟。哦，未喎，啱啱開喎，未係好夠熱啊！一陣夠熱啦，我哋就落油啦。未啊，落油啦，落多啲喎。哇，係真係向外邊射嘅喎。咁好啦，而家首先我哋落材料啦。好緊張啊！好緊張啊！好啦，好實喎。哇，好香啊！只得齋顏色真係差緊啲啊！即係等我有肉嘅話咧，顏色會好啲噶啦。係，唔好咁快鏟起住喎，要等佢熟啲先喎。你壓扁佢啊！係啦，壓扁佢係啦，壓到佢變圓形咁樣得噶啦。等佢慢慢熟咗咧，佢就會成個拎得起噶啦。而家師傅幫你再睇一睇，睇下反得未？差唔差啊？咦，師傅幫你反啊？唔係。哦，呢個係最開心嘅客，所以等我自己嚟啊！最值錢佢啊！佢最值錢嗰客。嗯，好，加油！歷史性嘅一刻，哇！大少少喎，其實都幾靚啊！可以接受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 添啊！